空调温水，咱的国泰民安，气温上扬。第二款，去年2019，咱的台湾，咱的台南，嘛拢即个即个空调温水，无做咧，无一个大个即个即个灾厄，即拢是咱的关系不错，保庇，把咱的平顺。今年未来咱2020，咱一定当讲啊，顺，就大陆这样坚持，就讲啊，看大家来一点吼，会祝咱平安，祝咱幸福，祝咱这个平平顺顺。